好，今日我们不死不休。人鱼之主双眼闪出了猩红的颜色，已经做好了不惜鱼死网破的准备。因为他很清楚，如果无法战胜徐阳和无双，自己永远也无法将人鱼一族带向光明。这些年来苦心经营的夙愿也就无法成功实现了。一招重力突然刺出，人鱼之主强大的力量插入到面前的这阵眼中央，恐怖的双色本源迅速开始凝聚，沿着人鱼之主破碎的血脉融为一体，开始疯狂洗涤他的肉身。哈哈哈！我要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海中霸主的力量。人鱼之主狰狞地狂笑起来，因为在这股力量涌进自己体脉当中的过程，已经让他足够充分地体会到这股力量究竟有多么强横，那几乎已经超越了人族修士能够理解的范畴。冰族之力和人鱼一族的力量完美结合，彰显出了前所未有的增幅特性。徐阳和无双分明看到，这家伙肉身轮廓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发生着改变，从肢体到皮肤，最终到他的眼神，乃至这躯壳背后他的灵魂，也都彻彻底底发生了改变。全新的人鱼之主本体浮现时，他已经变成一个类似巨大章鱼的特殊轮廓，通体深蓝色，瞳孔却闪烁着冰紫的颜色，周身释放着十分可怕的冰寒气息，仿佛能够将人的灵魂一并冰封起来一样，狰狞可怖。你小心点，必要的时候不用管我，保全自己。不知为何，徐阳突然对着身边无双道出了这么一句，许是因为变异后的人鱼之主已经拥有了十分强横的能量，达到了真正的无尽海霸主的级别，就算是徐阳如今的状态下，也根本没有战胜他的把握。毕竟幻想世界中的徐阳只能驾驭灵魂空间内的修罗之力，所有从真实世界当中修炼得来的底蕴和血脉力量都无法使用，也包括荒天无极和永恒神器等等。一系列能够彰显徐阳实力的手段都被封禁，让徐阳真的没有把握能够凭借一己之力抹杀掉面前这个融合了冰族巨兽和人鱼之族两大血脉的完全变异体。阿阳，你记住，不管到了什么时候，不管面对的是什么，你的身边还有我。无双魂音无比坚定地传进徐阳脑海中，更是在这一刻面色平静地来到他的身边，与之并肩而立。遵令，我的公主殿下。徐阳用这种调侃玩笑的方式作为回应，却也让两人的灵魂契合度不知不觉间提升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程度，那是徐阳只有和女帝才达成过的精神境界。受死吧！巨大的变异体终于抢先发难，恐怖的黑色原力波动如同汪洋一般涌向徐阳和无双，只一刹那间，强大的领域力独有的封印气息扑面而来。好惊人的压迫感。这是堪比神一级的领域力了，融合后的血脉当真强大无比。徐阳和无双同时腾空而起，即便是在这水中秘境，也丝毫不影响两人对空间的把握。身法速度提升到极致，徐阳和无双都很清楚人鱼之主变异完全体的力量十分惊人，除了肉身强度无法和真正冰族一级的远古巨兽比肩，其他各方面的能力和属性都已达到了完美继承巨兽能力的地步。没有更多的迟疑和犹豫，徐阳和无双超强的默契度让两人共同选择出一套最为行之有效的限制策略，那就是左右两侧合力围攻。修罗之剑起。徐阳掌中虚握，强大的修罗之光迅速裹住他的身体每一个棱角部位。同在此时，身边的无双也双手捏诀，打出了闪烁着金色光芒的天使一脉传承。两股力量声势浩大，竟是惊得整个人鱼总部战场震颤不已。周围的水浪也在不断陷入人类似蒸发的躁动状态，要是此刻
有人能从更高的俯瞰视角观察，不难发现徐阳和无双释放出的力量一旦集中爆发，对于整个人鱼一族都将是毁灭性的灾难。而这一切对于已经开始濒临疯狂的人鱼之主来说都没有任何意义了。他的脑海之中始终萦绕着神天师有关黑芒星的预言，他就是要不顾一切地摧毁徐阳的存在，让整个人鱼一族取代冰雪神朝的地位，获得真正的新生。万川归海！人鱼之主歇斯底里的一声咆哮发出，空间内隔绝周围无尽海水浪气息的屏障完全崩碎，无穷无尽的水浪压力涌向徐阳和无双二人。原本人鱼领域拥有完整的守护阵纹，能够将融入水下的一部分空间和真正的无尽海隔绝起来，这样就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护人鱼一族的族人们不受海洋生物的袭击。可如今人鱼之主显然要孤注一掷了。主人已经破碎法阵，打算借助无尽海天时地利和黑蒙星拼死一搏了。人鱼大军听命，执行预先转移计划，全体登陆。是。殊不知同在这一刻，数百万人鱼一族的民众们自岛屿周围数不清的地穴当中突破上来，以涌潮一般的姿态登陆岛屿地面，挣脱了水下人鱼领地结界的束缚，同时也在做着与整个冰雪神朝族众的决一死战。由于之前鹰王子已经提前做出了部署，将整个冰雪神朝的民众们转移收缩，因此现在冰雪神域便成为冰雪神朝方面的和人鱼一族之间的战场分界线。一城之隔，两大种族水火难容，倾城之战一触即发。同在这一刻，水下深处已经开始被无尽海吞噬的人鱼族领地正被无穷无尽的水浪疯狂吞没，徐阳和无双两人也在自身神力结界的庇护下勉强支撑着这场高强度的水下战斗。人鱼之主那家伙因为是变异完全体，拥有冰族传承血脉，水域作战反倒成为了他的优势。天生驾驭海洋之力的他能够最大程度地借助周围的无边水气压力对自己的力量进行增幅，同时无休止地限制徐阳和无双两人的行动能力，将二人的实战强度进一步压缩。不能再拖下去了，速战速决。